大家好，我是王总。今天我来到我朋友 Young Park 家。大家好，我是 Young Park。为什么会来他家？因为我要挑战一个故事传说。那个故事传说叫做“碰异世界的电梯”。他其实有灵异体质。他之前在这边挑战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那你们听他讲一下。我就是玩到五楼的时候，有进来一个穿蓝色连衣裙的一个女生。问题是我从镜子里面看不到她，那我从一楼出来的时候，她也没跟着出来，电梯门就关上，再打开她就不见了。那你有跟那个女的讲话，或者是看她之类的？有看她了，但是没有讲话，她也没有要跟我讲话的意思。我虽然有绕过她，但是我有穿过她手臂这一边，就是在这里的电梯。这里的电梯。OK， 他遇到灵异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的身体会有突然间的抽动，或者说脖子有摆动。我个人之前在万悦上班，我在仓库的时候，有一个灵界的阿伯会来，也不是找我麻烦，就好像来找我玩一样。他意思好像是就是认识我老爸这个样子，但是是谁我不知道，我还没跟我老爸提过这件事情。他也没有要干嘛，就好像来看我一下。包括我去万悦另外一家店帮忙的时候，到地下室还接过那种没电话线的电话，里面会有声音，这其实是接不起来的电话，有人打过来了这样。对对对，那比通往地狱的电话还可怕，因为那个不是自己打的，别人打过来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比较特别，我会跟他一起进去这个电梯里面。如果看到他有什么状况的话，也代表里面有东西。异世界的电梯怎么玩呢？一开始进去电梯，我们先到四楼。对，再到二楼，二楼，然后再搭到六楼，然后再搭去二楼，二楼，然后再到十楼，然后我们再搭回五楼。然后到五楼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有一个女的走进来，你上次就有遇到女的嘛，就赶快再把电梯按回一楼。那这个时候电梯会有两个状况，一个可能是电梯会往十楼跑，一个就是电梯就乖乖回到一楼。如果电梯到十楼的话，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出去，然后走楼下去，不要回头看；第二个选择就是再按回一楼，然后也都不要跟那个女的讲。先跟大家讲一下，五楼是我家的那个楼层，所以如果进来那个女的是不是我基本上不用提示就通知了。了解，进去想打造一下，上帝会管我们吗？我们这么我们这么玩应该会被放逐吧。好 OK、好，那我们准备出发吧。好 OK、是电梯上在装潢吧？他现在是在保养中。哦，保养。所以我们先是去四楼嘛。等一下，就是你来逼你啊，因为我有点记不太清楚。好 ，OK。一样的东西，你会感觉到。对。好，正常来说他们都不讲话了，问题是哥真的没必要不讲话。然后是你说那些鬼都不讲话吗？不是，因为正常我看其他他们都市传说影片通常在电梯里面都不讲话。正常来说是不用的。了解。
稍微转一下，这个雨伞不是断了，刚刚直接弯掉，我把掰正了。但问题是，我掰正它可以用。你还 OK 吗？现在？我是 OK 的，没关系。你会不会挺不住？刚刚差点因为膝盖被堵了，但是没生命危险。好像我的老乡好像有点生气。你挺不住要说哎、欸。到五楼吗？五楼，我家的楼层。没事吧？有东西，有东西，还好吧？我们就在这边做一下那个结尾。没关系，上次比这次还惊险。上次比较惊险。上次比较惊险。你刚刚坐电梯的时候抖了两次，你没有说有一种就是有点像调戏，所以这个刚刚这个雨伞多少钱？就是它歪掉，我可以看一下这雨伞歪掉了。所以这个雨伞正常来说是不能再用。所以刚刚挑衅我们这个是日本的，对对。那我们家也是住，感觉就像异世界的一个邻居。我刚刚的举动类似于就是无缘无故取消房门小孩，他有点不舒服。他当然恩怨分明，他不能走。他知道是我把你带来的。那你平常自己坐电梯的时候会遇到他？不会，因为要这么暗的话，你还会离开的。要让他知道你来玩，来找他。对哦。对，包括你上次在你们家厕所放蜡烛，他可能会倒一支。我是看到有只手，但是这手不是在你们家，他只是会过来。哦，就只是因为我在找他们。对对。过来一下。对，他过来一下。哦，包括我们家这个地方，青年公园荡秋千，半夜荡秋千，你会莫名其妙发现旁边有个小女孩。那所以，其实我们平常生活之中，他没有过来找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想要去找他的意思。你觉得玩这种故事传说啊，就是告诉他们，跟他说我来找你们这样子，他感觉到你在要找他。对于某些灵异事件的朋友来说，他可能觉得他们在投射，那他就会来。那你这次玩完，你感觉会不会有东西跟着走，或者是目前是不会，我正常没有回家。他就是住在里面，对，他就是在那边，他具体什么原因，终于不知道了。那没事就好。对，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后续会有什么状况发生，是不会有状况发生。大家都跟我很熟，要宣传。对，10月29号在公馆派那个地方，对，网上有预售票，大家来。好，那 OK， 那大家10月29号可以去听他的演唱，大家也不用不求。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，我可能喜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哥，我是杨浩，下次再见。